回应很好看。好吧，进入了步行街，解放碑全国示范步行街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风老师，风老师带你行走中国看世界。我们进入了解放碑的步行街。在重庆的，这是什么？国旅啊？等一下。这是传说中的城市啊，这是城管执法，这还不是咱们的移动警车，是咱们的城管执法。我们在重庆街头走一走五四路，然后我们在这重庆街头走一走，看一看 Prada WFC。这是传说中的环球众人中心，在那次地震的时候，这波开会的金融高管从56楼还是57楼走下来的，是吧？底下有间 Prada 的专卖店，好吧，56楼走下来是有点困难啊。这还是咱们的